入选国家队，当上了U23代表，但是你看起来还是不太开心呢。你不也一样吗？看起来还以为你落选了呢。易红呢？没有在学校，也没回家。嗯，今天U23的名单一公布，他发现子枫没有入选，立刻就杀到刘老师的俱乐部，想要找子枫。 那他们的关系破冰了没有？嗯，还没有呢。不过会有机会的吧。我听少康说，子枫在打积分赛的时候，依依透过少康给了他很多建议，子枫早就有所察觉了。你听少康说，你跟他私下有约吗？有没有？ 上个星期我带女配队去奥盛打交流赛，遇到少康了，算私下吗？吃醋了？挺稀奇的哎。比赛当前我吃什么醋啊？ 你现在的技术真是突飞猛进，连我都差点防不住了。如果不能入选国手，这样练习就没有意义。歇会儿吧。我知道你很郁闷，但我又不是赵振宇，你把我往死里劈也没有用啊。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只要让那个吊车尾白国良出点幺蛾子，你就能顺利上位了。这方面伊莎贝拉是专家，帮你问他。别闹，就没有点正常的办法吗？正常的办法，那就只能祈祷有什么奇迹发生，能让你翻案了。哎，一红知道他爸把你给从昨天在外面吹了一夜的冷风。 这两天天气也挺冷的，如果没个暖宝宝，估计会生病的。嗯，现在要执行媳妇的第一个命令。嗯，冷了，抱抱。爸爸，<笑>不是这样的，我要抱抱。嗯，这可是我们第一次的正式约会。嗯，哎呦，穿都穿太少了，都不知道这么冷。 把衣服穿上。哎，嗯，我们说好了，嗯，你就当我的外套，我就当你的暖宝宝。嗯，冬天真的是一个适合谈恋爱的季节哦。以后我们就当彼此的暖宝宝吧。嗯嗯，你记不记得在集训的时候，你跟我说过，我当你的教练，你就当我的剑。嗯。 你想见他就出去见见呗。哎，行了行了啊，那我什么都跟你说了。其实你用的那些战术都。
都是赵一红让我跟你说的。你瞪我干嘛？瞪我也没有用啊，用都用了，奖牌也拿了，你有本事吐出来还给人家，还啊。反正赵振宇大手一挥，还不是给我刷了。哎，冷子方，你怎么能这么想啊？赵振宇是赵振宇，赵一红是赵一红，你不能因为人家爸爸对你不好，全部报复在女儿身上吧？你还是不是男人啊？哎，你就看一眼，就看他一眼，顺便送个暖宝宝。眯一会儿，就眯一小会儿。冷总去哪儿了？走了。不过你也不用太失望，你刚刚在他身上睡得可香了。哎呀，加油吧，朱丽叶，罗密欧可不是那么轻易能放下上一代恩怨的，但是结局是悲是喜，就看你能不能坚持下去了。加油。谢谢。不用谢我，守护全世界的漂亮妹子是我的职责。这孩子竟然干出这种事！如果不是我带着海英去找你们师父，小杨也许最后能过上平静的生活。如果你觉得对我师兄有愧，你就把20年前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我。那我就告诉你，你师兄之所以这么做，
就是为了保护一个人。保护谁？你。赵教练，哇，大独家呀！师兄，你看见了吗？你看看我为你所做的一切，但和你比起来，我能做的就只有这么多。我甚至让你到死，到死之前都不能恢复你的名字。师兄，你怎么把责任都自己一个人扛？我先告诉你，20年前那一劫，我不是故意的，我很后悔。可是你应该让我有一个选择的机会，让我可以体谅你的机会。我是你的师弟，你是我的师兄，你永远都是我的师兄。听见了吗，师兄？为什么哭呢？这不是你的错，是我自己的选择。当年的扬言，为了活下去，只能背着背信弃义的骂名。是你挺身而出，把我的遭遇公诸于世，使我能够昂首挺胸。你已经为我做得够多的了，师弟，谢谢你。能不能再答应我最后一个请求？不要再让其他国家的选手用死亡华尔兹挑战中国队的队员。看着别人用自己的招式教训自己的队员，我的良心深感不安。我答应你，师兄，我会让冷子峰回到国家队，我会让他用死亡华尔兹代替，取得属于国家的荣耀。
子枫，这是振宇师兄为你父亲做的，他动用了所有的人脉关系，为你父亲洗刷了20年的委屈，所以我希望你不要再恨他了。来了，校长。我可以进来坐坐吗？这就是我师兄生活了20年的地方。校长，您随便坐，我给您倒杯水。对不起，我没能让你见到你父亲最后一面。冉教练都跟我说了，即使我没有继续比赛，也见不到我爸最后一面。反而正是因为我坚持了比赛，才让我爸看到了我用死亡华尔兹拿下金牌。我可以把这个东西放在这儿吗？这个是20年前属于你父亲的荣耀，我想留在这里更有意义。你死亡华尔兹练得怎么样了？有没有可能打赢张海英的死亡华尔兹？我是说，如果你有机会遇到曙光队，你有没有把握打赢张海英？没问题。很好，我现在以 U23 男子佩剑队总教练的身份宣布，你将代表国家参加比赛。什么校长？不是，那个教练，我真的入选了。我刚刚接到通知，有一位选手没有通过体检，所以你替补上位。我想很多事情冥冥之中是你父亲在帮忙，所以才会这么顺。明天早上8点到振宇学院报到，参加 U23 男子佩剑队的训练营。我开的绅士，保持我的绅士。Time to fight, time to go。被误会、被曲解，我过我的明天；被孤立、被安静，我闯我的世界。谁爱我爱得过火，伤就伤得够痛，这感觉我享受。连枪我站得自由，梦就梦得够疯，这一把我蜷缩。Let's go。我又回来了，不，我终于来到这里了。只不过是个替补，还这么热血，我也是醉了。怎么，看到哥穿国家队服被帅傻了吧？你说谁是替补的？看谁的积分是最后一名。
吊车尾都被选进来喽。我的积分应该是第一吧？你们这些人啊，都被我打趴下了。怎么着？是不是来场排名赛，看谁是主将，谁是替补啊？国家代表私下斗殴，这事儿要是传出去，恐怕连替补都当不上了吧？就是，我的对手可是全世界强敌，区区一个冷子峰，我可不放在眼里。你的实力我们还会不知道吗？接受结果吧，国家队替补冷子峰。你们是不是怕了？啊？是不是怕了？怕输给我？别闹了。穿上了这身衣服，就说明你身上肩负了不同以往的责任和使命。怎么还那么小孩子气啊？不过呢，看到我的队友都是些熟悉的面孔，这样我也安心了很多。还有一个你更熟悉的面孔会出现呢，这个人为了来到这儿付出的努力可不比你少。谁呀？来到U23锦标赛的训练营，我是训练营的陪练员赵一红，为各位选手解说这一次的代表团参赛人员的组成以及训练营的注意事项。根据体育总局有关亚洲U23击剑锦标赛参赛人员选拔办法，遴选男女佩剑队正选选手三名，替补选手一名，总教练赵振宇、冉少强，其余随队人员由自荐中心指派，包含领队一名、翻译官一名、医生一名、训练营参加人员五名。真没想到啊，师兄竟然会杠上击剑协会和自荐中心的领导，加上自己全部身家，力保冷子峰加入国家队。这么冲动又出格的事情，完全不像是你的作风。你这是跟谁学的？大师兄一辈子行事作风才叫出格，我呢，就不算什么吧。张海英被曙光击剑队除名，看来这次U23的比赛，连老天都在帮我们呢。你先别高兴那么早，我觉得那家伙不会这么轻易放弃的。冷子峰，你不专心训练，你看什么陪练员啊？我，哎呦，嘘，小声点，我不看还不行吗？小什么声？小什么小？你看了多少遍了？你看一遍两遍就算，你看了十多遍，你知道吗？你少来啊！要正规比赛，我们输得连裤子都没了。哎，冷子峰。你敢不敢接受我的挑战？冷子峰，千万不要冲动，要是比赛前受伤的话，你的努力就白费了。嗯，我接受，我会在U23的时候当着全世界的面打败你。难道你不知道吗？我已经退出曙光队。为什么？这你管不着。我就问你一句，你敢不敢接受我的挑战？来就来呗，反正没有你的曙光队也挺无聊的，就当是赛前热身了。喂，要不要跟校长讲？不应该。现在开始的这十分钟，我们是在做实战训练，明白吗？
防止还击，得分。哎，这学会死亡华尔兹的人，速度不会这么慢吧？张海英，你手怎么了？你受伤了，不关你的事，比赛继续。算了吧，等你好了以后再来找我吧。不用等了，我手不会好了，这是我练死亡华尔兹留下的后遗症。你当所有的击剑运动员是傻瓜吗？他们不会学着你看视频学扬言的死亡华尔兹吗？但很多人的身体素质承受不了这么高强度的训练，所以受伤、重伤，甚至武功全废。我承认他是一个大绝招，但同时他也是一个不定时的炸弹。如果只有一个人能使用死亡华尔兹，那这个人只能是我。我要证明我的死亡华尔兹才是真正的世界第一。把剑拿起来，把剑拿起来。这死亡华尔兹到底是什么幻术啊？怎么学会的人没一个好下场？不好意思啊。难道你不想赢我吗？你不想证明自己的华尔兹才是第一吗？死亡华尔兹是为了保护队友、守护国家而存在，而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骄傲和虚荣心。这一切都结束了。比赛结束。不，比赛没有结束，比赛不能结束，我还没有战胜你。拿起剑来，我们继续来。你连自己都战胜不了，怎么去战胜别人？快回去吧。冷子峰，小心。没想到你变了，难得有送上门来的架，竟然不打。坦白说啊，我还真想看你用正版的死亡华尔兹教训那个山寨货。我现在已经不是以前那个冷子峰了，我现在身上背负的是国家的荣耀和大众的期望，我怎么能让13亿人民对我失望呢？哼，一个替补这么大口气啊！比赛的时候你就坐在板凳上，回应人民的期待吧。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打残了，然后让我顺利的当上主将啊？你来吧你！哎，别闹了，说好的国家荣耀和人民期望呢？冷子峰，你想成为正式选手，你现在努力的方向好像有点问题啊。啊，专属教练出现了，我们该离开了。我看了你几个月之前的比赛视频，想赢得U23亚洲比赛，你的训练还得加强啊。玉红，不准碰我，我是你的教练，比你还凶吧？对教练要有礼貌。先去跑50圈。又跑圈？跑50圈，再蛙跳20圈，俯卧撑1600个，仰卧起坐500个，重训举铁500个。哦，对了，协调训练再来50个。你这不是训练，你是在动私刑。对啊，我就是动用私刑，这是对你之前在教练面前搞失踪，
单方面违约让教练不高兴的惩罚。你先去把这些都完成了吧，等你完成之后再回来找我，我再告诉你U23比赛获奖的方法。哎，赵教练，赵教练，练完你说的这些东西以后吧，人都废了，还比什么赛啊？能不能分期付款？分期？分期可以啊，但是有利息。啊，还让不让人活了？第六届亚洲 U23 击剑锦标赛正在如火如荼举行。首先登场的是女子佩剑团体赛，在16秒中以45-18完胜飞鹰队，8秒中45-25击败疾风队，半决赛中以45-39淘汰野狼队。决赛中，凭借队长白无双以及队员们的出色发挥，以45-42战胜精英队，率先夺下一金。少康加油，加油！下午的男子佩剑团体赛，中国代表队依旧发挥出惊人水平，16秒钟45-29大胜勇士队。8秒钟45-29淘汰冠龙队。耶！妈，我做到了，我站在了世界的舞台上，我
拿到了亚洲第一，为中国赢得了一枚金牌。谢谢你吧。让我懂得了爱与被爱，那简单的幸福值得用一辈子去体会。感谢你的爱，让我明白伤心和无奈，随时安慰我们的爱却已。比起爸过去获得的荣耀，你这可差远了。这怎么就差远了？你哥才练一年就可以跟爸并驾齐驱，然后同样代表国家出征，你哥这叫做青出于蓝胜于蓝。胜于蓝，你只要别掉链子就行了，好吧？嗯，等着。当当当当，这些是？这些呀，都是冉教练、祖师爷还有赵振宇送过来的，全部都是爸当年亲手打下来的冠军。俱乐部联赛五连霸，全国锦标赛五连霸，世青赛五连霸，俱乐部联赛五连霸，还有这是什么五连？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知道爸很厉害，但没想到他这么牛。这些我还是怕奖牌区不够放，不然啊，我全放上去。但是现在没有地方了，只能先放在箱子里了。瞧见了没有啊，冷子峰同志，你要赶上冷叔千分之一，还有的练呢。练就练呗。我爸拿到的荣耀，我一定会拿到。爸，你等着，我一定会超越你。你饿了？既然这样的话，你请客。那是，走了。哎，今天吃什么呀？吃红烧排骨。不行，吃红烧排骨。不行，红烧排骨。红烧排骨。来，喂你。谢谢。来吃披萨。好吃吗？好好吃啊！只要是你喂我的，都好吃。哎，你们俩行了吧？你们虐我虐一天了，不够，来，伊莎 baby， 你看到了没有？他们俩在这虐我。想我了吗，善康 baby？ 哎，贝拉，你怎么回来了？这次准备待多久啊？我不走了，我打算转学进入奥盛学院。真的？我是不会让别人欺负我们家少康 baby 的。哎，你把话说清楚，谁欺负他了？我刚才可全都看见了。你们不许欺负他哦。这有什么了不起的？你说什么？伊莎贝拉要转学到奥盛了？那看来以后学校有的热闹了。啊？什么事儿有的热闹了？你怎么给停下来了？没停下来啊，我不是跑着吗？今天的训练菜单还没完，你给我加紧训练啊！我不行了。你一个大男人怎么能把我不行了四个字挂在嘴边呢？加紧训练，加油。那也得亲一下才能训练，对不对？那也得今天训练完了才可以。哎，教练，我们刚打赢U23比赛，能不能让人喘口气儿啊？一个U23就完了，你还有亚洲锦标赛、世界锦标赛，还有奥运会，所以你要加紧训练，要加油了。还打那么多比赛啊？那先亲一口呗。不。